也是我们今年度这个 Harper Bazaar 一个非常闪亮的一组人马。我们现在掌声来欢迎2011品味成功年度人物奖项的绝对吸引力明星大奖，他们是卖给韩国人拐回来的韩庚。我们从音乐界拐到电视界，再过去了，再回来了，吴秀海叫。等一下，我们首先邀请我们的男士站齐了。我还有一位绝对吸引力的明星大奖获得者，他是我们这组人马里面最特殊的一位。为什么呢？我先不说，让你们看了就知道。我们欢迎范岩。时尚传媒集团总裁刘江先生，立信行之星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庄国邦先生，时尚传媒集团出版副总范爷，您站中间去吧，站中间去吧，站中间去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样画面好看，男士们欢迎吗？站到我们这些众影帝、众歌星。在我们舞台上，我们看到是中国演艺界的含金量最高的人物了。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影帝级的人物，有的横跨影视界还有歌坛30年以上了。但是各位是不是可以往小明兄、小明、小明，您跟刘江带头往那边，我们的刘总裁是不是可以往那边来几步，让你们在舞台中间。先别走，别走。好，请各位往那边站一点点。在舞台上，没有一个不是执着的，没有一个不是智慧的，没有一个不是没有非凡魅力的。一张照片，看看我们的台左方、台右方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请好好认识我们2011 Bazaar 男士的绝对吸引力明星大腕们。我们请我们非常优秀的男人。好，哎呀，难得的机会。本来我是担心我们讲话的部分太多了，我就干脆让你们修五步算了。开玩笑，小明，你能跳两步吗？你可以说是最幸福的男士啊！来，韩庚也很幸福，也站在范爷旁边，唯一的女性，她最后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庚。很感谢这次能，很开心能参加这次活动，也很谢谢巴莎，对我这一年的鼓励。其实我不会太说话，所以明年。我会有更好更真诚的作品给大家，期待我明年的作品、演唱会、 CD 还有电影。好，非常感谢韩庚。韩庚今年这个走进电影圈也走得很精彩哦，每一部都得到大家的关注。另外呢，哎呀，我们这个都是讲话，您有一首歌，我们这么多位优秀的中国男人还没有感谢优秀的中国女人，请男人可以先休息了，你们站了很久很辛苦，可以闪了。廖凡最想闪的就是他，站在台阶边。我们把范爷留的